仰望星空，我们曾无数次设想未来有多远。每个人的想象中，未来有着不同的模样。厦门正书写着智慧未来的答卷。人工智能从2012年开始，厦门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增长迅速。数字经济，当前我市正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网络化转型。大数据智慧管理，我市将加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，促进大数据产业急剧发展。元宇宙建设，我市正实施元宇宙产业发展3年行动计划，致力打造元宇宙生态样板城市。一项项高精尖技术早已融入城市的方方面面。科技让运动健身也能私人定制，游览景区智能导览图提升你的旅游体验，智慧政务让政府服务更为精准定向，社区助老在智能系统中展现出了温情， AI 管家随时为您效劳。冷冰冰的科技与热忱的人文情怀相融，厦门正在开启全新的智慧生活体验。今日厦门抢占先机，布局赛道，聚焦创新实践，加强人才储备，吸纳高精尖产业落地，打造元宇宙生态样板城。敢为人先，勇立潮头，未来未远，你将会看到更加智慧的厦门。在每一步发展中，在每一次创新中，在每一个闪耀的现在，转新一把，坚信发新芽，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，重要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。幸会厦门。